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慈济新闻深度报道》，我是潘佩金。在全球大趋势里面，有一个年刊叫做《经济学人》，他就指出，2019年会是一个全素之年，而且在当地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市区里面，就发现纯素之夜也开始越来越活泼跟热闹。而事实上，在英国伦敦就指出了，事实上从2006年到2016年这10年之间，光是吃素的人口就增加了3.5倍。而美国也指出，其实很年轻的24岁到35岁的千禧世代之中，就有1/4的年轻吃素者。我们都常说，在台湾其实是一个对吃素相当友善的一个国家，但年轻人吃素的真的多吗？现在呢，在 YouTube 上面呢，就有一对的年轻情侣他叫做早蔬食，他们呢就透过他们在早蔬食的这个年的经验里面呢，拍成了影片，上传到 YouTube 上面，而且呢有非常多人回响哦。我们接下来就透过影片带您一起来看他们怎么把他们自己吃蔬食的经验分享给更多人。骑着摩托车穿梭在大街小巷找美食，就是浩真与正阳约会日的标准行程。但这对8年级情侣档和时下年轻人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他们是一对 vegan 情侣档，寻找的美食自然是全素食料理。帮我们准备两个鲔鱼玉米吐司，两份。吐司要加蛋吗？不用加蛋。这个加蛋。这个也可以加，就是蛋也可以加里面。我们蛋很特别，我们是植物蛋，它里面是用大豆啊，还有南瓜、红萝卜这样制成的。对，所以它有别于一般的鸡蛋的风味，比较营养。汉堡加蛋粉。这是花生哦。仔细询问食材内容，因为他们不只是来约会吃美食的，还有另一个重要任务。好，那稍作可以拍吗？就是制作的话。可以啊，可以啊。全素培根、蔬食蛋。在烤盘上油煎，香味四溢。拿着摄影器材，一一捕捉画面。浩真与正阳的另一个身份是小有名气的 YouTuber， 他们在 YouTube 上创设了一个推广素食生活的自频道。身为素食者，最常被问到生活化的互动，介绍素食料理的美味与健康，这种轻松自然的风格很受欢迎。短短1年多，频道订阅人数累积到5位数，连带在社群媒体上也冲出了知名度。网络远佛界有正面回响，自然也有各式各样对全素食者的好奇和千奇百怪的问题，像是这个：奶跟蛋根本不是素，不要再被奶蛋素这种名词给骗了。不要那么偏激啦，奶蛋也是素啊，而且它也在5大素食类别里面，还是互相尊重比较好。还有网友甚至这么问：蔬食者一定要交蔬食男友吗？蔬食跟男友你要选哪一个？我两个都要啊，把男友变成蔬食者不就好了吗？网友提出的问题越古怪，越是让两位年轻的素食者觉得自己身负重要使命，得让世人对蔬食有正确认识。开始拍大概第3、4支影片，开始有人会评论我们，然后开始会跟我们讲说可能 vegan 是一个更好的方向，然后等于说我要开始去吸收更多，就是认识更多推素的人也好，然后更多的管道也好，更多资讯也好，对，所以应该是那个之后开始才开始有使命感，就觉得要好好的走推素这条路。我们今天呢，也把刚刚在影片里面大家看到的这一对年轻的情侣档邀请到了现场喽，让我们来欢迎我们的早蔬食。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纯 Vego 早蔬食，我是浩，我是杨，嗨，有看到你们两个就很活泼的感觉哦，就是感觉。吃素食真的是一件很夯的事情。我知道浩，你之前就是在家里面其实3代都是吃素，所以你算是胎里素宝宝。我是第二代胎里素宝宝。哦，我妈妈也胎里素。OK， 了解。所以吃素对你来说应该算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很自然，而且不会改变的事情。OK，那可是你后来就是自己吃素就吃素就好啦。你为什么后来会想到说要去拍这么多的影片，然后放到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开始想做这件事情，其实是因为我从小都是在桃园长大嘛，那桃园那边其实多半外食还不太那么方便，但到了大学之后就搬到台北去住，才发现哇，素食餐厅比我想象中多好多，而且很丰富，然后很多元，很有创意。然后我就开始到处吃，我真的很爱吃。然后边吃的时候就开始边拍照边记录，然后分享在我的社群平台上面，然后就有很多朋友开始会去看，然后也对素食改观，就是素食不是他们想象中那么单调那么无聊。然后就会怂恿我就怂恿我去
开发台北的素食，然后甚至去做一个台北素食地图之类的。嗯、我觉得、欸、好像可以哎、欸。嗯。但是我那时候觉得说，素食部落客已经够多了。嗯。然后用图文传播的方式，其实可以传播的资讯有限，然后也比较、嗯、可能比较单调一点。因为现代人很难就是阅读，对，他们不喜欢看文字。对，看太多了。影片的话就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它会比较活泼，呈现的方式比较活泼，然后可以涵盖的资讯也比较广泛一点，然后可以去玩的那些主题也比较多，所以就想说。拍影片或许是不错的方式，就这样开始了找舒适的路。嗯，而且我知道你们的辅系其实就是是广告系，对 对, 对，所以在这一块就变得剪辑影片也可以自己来，对，也自己来自学。嗯哼嗯哼，那我有注意到说你们的影片里面有很多就是系列啊，就是让我很感兴趣。像你在就是一些咖啡店，然后当店员的时候，哎，你可能就会推荐那个地方，哎，要怎么吃素啦，或者是说有什么一些特辑啊，像这些东西你是怎么发想来的、啊？怎么发想哦？就我觉得可以玩的主题很多啊，比如说超商是我们很生活化，在生活中很常会遇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超商素食就可以做成一集。嗯、然后星巴克也是我们就觉得很向往或者是很喜欢的一个品牌，然后我刚好也在那边工作，那我就身为店员的角色去告诉大家、嗯，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客制化一份素食的餐点或饮料。嗯哼嗯哼，对。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原本只是就是一个就是很自然的一个饮食习惯，然后开始想要把这个讯息传递给更多人知道，因为它是很生活化的。嗯哼嗯哼嗯哼。那可是后来我有注意到说，你们开始会去关注一些，例如说无动物实验的彩妆啦，或、嗯、等等的这个讯息，这個、想法又怎么来的呢？其实一开始吃素，我就觉得就是是一个习惯，然后觉得哦，就是减少更多生命被杀害。但其实是因为我开始做找素食以来，接触到更多的议题，才知道哦，我吃素不只是因为减少更多生命杀害，更因为的是环保，更因为健康，更因为动物权等等的议题，就变成说我接触的议题越来越广泛。然后像是环保这个议题，也是我吃素之后才发现，哦，原来吃素是对环保尽很大很大一份心力。那我既然都吃素了，那我用的东西我也尽量就越来越零废弃，当然越来越好。嗯嗯，对啊，我有注意到那个零废弃的那个夜市之旅。对对对对对，哦，那真的就现在也变成我们的习惯了。哦、OK， 变成一个生活习惯。对。OK， 好，那杨，我知道，就是你刚开始的时候，原本这其实不是这个饮食的选择，其实不是素食，对不对？那你刚开始的时候，原本是因为就是浩的关系才开始吃素的？对啊，我以前不是吃素，我以前是荤食者，但是一直到跟他在一起之后，我才转吃素。对，是因为爱。讲三点，对，因为爱，是真爱，是真爱。所以刚开始真的是因为尊重他的饮食习惯，然后你们说是见面的那一天就不吃肉，这样。对，對但是。有这个约定之后，每天都会见面，所以等于我每天都没有吃肉，真的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好让自己习惯啦。可是，在过程里面，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啊？我觉得困难有，而且是很多人都会遇到困难，就是大家都会有一个撞墙期，对，尤其是当你的饮食习惯在改变的时候，你的身体会需要更多的能量去适应它。对，但是一旦你适应之后，你的身体状态会变更好，就我自己的感觉啦。因为我以前吃肉的时候，因为我一直都吃嘛，所以我没有特别的感受。但是我一直到转吃素的时候，我的体力下降很多，对，非常非常多。因为我以前是练校队的，然后、哦、打篮球练校队，练校队，然后我的体力那个时候下降得非常快，然后也变得非常虚。但是我维持了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然后让自己恢复了以后。我反而觉得就是我的体态变好，然后我的体力也变好，对，然后身体的负担也降低了。嗯哼哼，反而就感觉到自己的体力是越来越充实的感觉。其实真的有很多运动者，他自己本身就是素食者。对。那到后来就是，其实你身边也会有朋友啦，或是有家人给你一些意见啊，会不会有一些拉力啊？拉力有啊，尤其是我家人，我家人一开始在知道我吃素的时候，非常非常反对。对，然后因为他们就觉得说你吃素健康怎么来？对啊，你这样哪里会吃比较健康这样？对。然后，但我那个时候我在做的也是，我就想说，因为我也不想要去跟我的家人去抗辩，所以我就觉得好，那我就把我自己过好，因为我自己知道我吃素是好的，所以那我就把它过得更好。然后他们看到以后也会渐渐受到我的影，渐渐受到我的影响。了解，从原本就是恋爱，然后尊重自己的另外一半的一个开始，然后到自己也找到真的吃素对自己的好处。那你后来到习惯开始吃素，其实恒持下去一定有什么想法吧？
有，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动物。OK。对，因为在我吃素一段时间之后，他刚好给我看一个影片，对，一首 MV 啦，就是屠宰场之床。对，然后那个时候我看我非常非常的震惊，因为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我们人类到底凭什么可以去伤害另外别的动物的生命？对啊，我觉得我们没有这个权利。嗯，对，所以我就觉得好，那我一开始是因为爱吃素，然后我到后来我就转变成为了动物吃素。嗯哼，对，嗯哼，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动力让你可以撑持下去。嗯，那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就吃素是在外面外食，现在虽然越来越友善，但是其实还是会有一些经济考量，所以呢，其实他们也非常贴心的开始了一个小厨娘养成计划。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影片？我们接下来带你一起来看。伊甸小厨娘养成计划。需要的食材有马铃薯、百叶豆腐、玉米笋、杏鲍菇、面粉糊、面包粉，还有花椰菜嘞。杏花。我还以为在跟我求婚嘞。对，我跟你求婚。不要，走开。好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这些食材全部都给它处理处理。首先呢，把马铃薯切片，然后拿去蒸熟。那其他食材依序切碎就可以了。那想要有口感的话，就可以不用切那么碎。马铃薯已经蒸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拿出我们的秘密武器。哎，这也不是什么秘密武器，压泥器。压泥器，然后要把所有的那个马铃薯给它压成泥。已经全部压成泥了，然后所有的材料都已经准备就绪。那现在就 mix it。好，百叶豆腐倒进去，然后再来是杏鲍菇，这些都先炒过，然后再来玉米笋，最后一个是花椰菜，哇，然后就给它搅拌均匀，把它 mix。接下来呢要调味，首先呢是放盐巴，加入点盐巴，再加一点胡椒。我自己很喜欢孜然粉的味道，所以我会再加一点。那我们加多一点，那你不要失手。这样大概可以做，我觉得4到5个。好吧，那我们现在就把它捏成排，用手捏，用手掌跟大拇指的力量，其实很容易就可以成排了。我们已经把它全部捏成排了，然后接下来就是给他们穿衣服。这个裹粉完毕，然后一定可以拿去炸了。继续哦。哇，天哪，浩正，我刚刚看到这是卡自白，看起来实在太好吃了，闻到味道，有，我现在觉得肚子饿。浩正，你之前就会下厨吗？小时候很爱到厨房吵妈妈，教我一些，嗯哼，所以后来就是，可是你们怎么会想到说要有这个小厨娘养成计划？感觉非常有趣哎。因为我觉得素食者多少还是要会自己做，因为毕竟外食还不是那么方便，还不到非常方便，而且也不可能餐餐外食嘛，那个成本啊，或者是健康考量，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开启这个系列是因为觉得，素食者应该会自己做饭，而且其实很多素食的料理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难，那么难上手。像这个卡兹牌啊，它其实是一间餐厅，就是自己做的一个牌，然后很有名，然后我们很爱吃。但是我们看到那个菜单，其实它就是用五项材料做的。然后有一天我就突发奇想，想说，既然就这五样材料，那我就买来自己做做看啊。结果没想到做完那个相似度高达90%，对，真的很像，而且真的很好吃，所以我觉得，那我们第一集就来做这个，结果播出去之后，就造成蛮大的回响，大家觉得哇，原来这个这么好做，这么简单，然后有很多网友就是做，他们自己做完之后还回传照片给我们分享，对，那像我们最近也有做一个是植物奶，那植物奶的话，如果在外面买其实很贵，真的很贵，对，但其实自己有买到坚果，买到那个坚果的话，回来只要加水，加一点糖，其实就可以自己打出很好的坚果奶，而且拿去调制饮料，做成咖啡啊，做成巧克力，做成抹茶，其实都很好。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是因为是自己做的，然后营养啦、健康啊、卫生啊这件事情就不用担心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对我们来说，就不管是大学生还是刚出社会，就是经济实惠很重要啊。我想问杨哦，就是像浩这样子，然后就是可能你们本来都各自有工作嘛，然后又要花时间来拍影片，那其实心里是不是有一些想法，就觉得说一定要把这个讯息再更多的传递出去？
当然啊，因为我们能用的时间已经有限了，所以我们当然会希望可以把握我们有的时间，然后去做可能人家全职做得到的事情。对，所以我们很希望可以在，就我们现在坚持啊，就是一个礼拜可以出一支影片。对，就算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够用，但我们还是想尽办法把它生出来。真的，下面有很多的就是小素食者，应该就敲碗敲碗，快，我还想要看什么。那对杨来说，你观察哦，其实有很多人在吃素上面是会有一些就是抗拒，那个因素会是什么啊？因素，我觉得最大的因素应该是大家对于吃素的刻板印象。对，然后因为大部分就是现在大部分都还是荤食者嘛，他们就会觉得说吃素就是不够营养。或者是吃素就是太油，然后太肥，对，对啊，然后，也因为这样子，你就开始想说，哎，怎么样把吃素营养健康这个讯息，就是透过就是你们在吃素的过程里面就传递出去，而且其实有些人觉得吃素不方便，尤其是出去的时候，对不对？我一开始也觉得不方便，但我后来就换一个想法，我就觉得说吃素一点都不会不方便啊，因为你就走到一个荤食的便当店。就是台北车站很多便当店嘛，就是我以前在台北车站打工，哎，你只要跟便当店说我要一个菜饭，嗯，然后那个菜可以自己挑，嗯哼，对啊，那你就等于吃了一餐素食了，所以其实非常非常简单。然后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吃什么，那你就回家然后自己做，嗯哼，对，这也是一个方法，嗯，所以只要有那个想法，其实要坚持下去，其实就是一个念头一个动机而已，对，你就转一个念头去想。其实就很简单，了解。对，这也是想告诉我们，事实上，不管是透过就是对于动物的一个慈悲心，或者对于环保，那甚至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就是吃素的一个饮食选择，其实都是在一念之间而已。而这个一念之间，其实只要坚持下去，你我都可以成为减碳达人。我们现在透过画面恭敬聆听上开始。That's the character, Chinese character. 气候极端变迁，不断的。在联合国有190几个国家要不断的展开了这会议，联合国的气候变迁不断的展开，才几个月前才开过会，用什么方法让这气候可以缓和下来，当然啦、啊，最根本的就是减碳，工厂减生产减量，但是呢，这是求不得。现在开发为了利啊，没有人愿意呢减一下，大家就要增产，所以尽管了解。这都是呢污染源头造成啊，这温度的升高，大家都知道源头在哪里，都大家明白了，科技呢也都已经详细的爆出来，但是呢这无法，所以最后的结论，那就是素蔬食啦，就是加蔬菜、水果，不吃动物，尽量不养牲畜，让它这个空气呢，让它呢慢慢清新，保护大地的干净。虽然呢、啊，素食有帮助。但是叫大家人素食，那有可能？这就是无法克服意念，这叫做无明。根源就是爱改，你不要杀生啦，不要养动物啦，不要吃动物啦，这就要靠戒。哎、啊，要戒呢，一定要有定力，爱有下定决心，爱有定力啦。那啊，要定力呢，都要靠智慧、戒定慧、解脱之见。所以呢，用安尼去分析这种佛法教导我们，天地人间已经有病了，唯有呢
是以戒定慧知见身体力行才有法度解决。浩跟杨，我知道刚开始的时候你就提到你们想要做一个就是台北市的一个蔬食地图，听说现在已经有梦想的第一步了是吗？有，刚好今年我们推出了一个计划，我们推出了一个对我们募资的计划，然后我们设计了两款明信片，那这款呢就是台北捷运蔬食地图明信片，我们把台北的50几间 vegan 店家都浓缩在这个地图里面，那我们扫背后的这个 QR code 就可以连接到他们餐厅的资讯。然后我们另外呢还有推出这张那个 Trivigo 卡，对，我们跟12间店家谈合作，谈优惠合作，只要凭这张卡呢去12间店家消费就可以兑换很超值的优惠。嗯哼，对，那今年现在已经来到了3月。嗯哼，对 ，OK， 所以就是每一个月会有一个优惠的店家，店家对，嗯哼，那这个就是捷运站，然后去找到这些蔬食店，都是你们一一去走访的吗？我们对，我们几乎都吃过了，哦，真的太厉害了，12间店家也是我们一一去拜访去谈优惠的，嗯哼嗯哼，所以你在拜访的过程里面，就是其实也会去了解这个蔬食店它本身在推动这件事情上的理想，这样。对，我们跟这12间店家除了谈优惠合作之外，我们还会帮他们就是拍摄店家的介绍影片。嗯，对，我们也是一个月都会推出一支，关于那个店家的影片。嗯哼，里面有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吗？有，二月份的店家是一间，它叫做实在地台湾素，它是一个非常强调跟小农合作的店家。嗯，然后它本身是一个50几岁的生意人。他到50几岁退休，然后转职做餐饮。那他本身也不是吃素，之前也不是吃素的。然后也是因为家人的影响，开了一间素食店。然后一开始的生意也不是很好，他一度想放弃。但是后来发生了那个什么油的事件，然后让他整个生意大反转。对，然后也因为我们的计划，然后让他们生意又更好，所以我们很开心。了解。所以其实透过故事，你也是在帮他们传递这个素食的讯息，这很重要。嗯，那杨，身为一个从就是这个荤食者到素食者，那想要坚持下去这个梦想，你有没有一句话想要跟观众朋友说？这个梦想哦，我讲一个。就讲刚刚那个议题好了，就是我其实觉得我们人类没有任何的权利可以去剥夺其他动物的生命，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最能做的事情就是把我们自己照顾好。那要把我们照顾好的方式就是透过素食，对，因为素食才是健康的唯一之路啊，我觉得。了解，谢谢今天有浩真还有就是正阳来到现场跟我分享了这么多，就是年轻人吃素其实可以非常的活泼，非常有趣，而且重要是非常的健康又好吃。谢谢两位，谢谢，希望下次再有机会看到你们。那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持续收看慈济新闻深度报道，也别忘了到 YouTube 上面去找蔬食，让我们一起来吃素。感谢您收看。